也非常的捧场啊。欧兰顿吧，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，一个都没有，那不可能，也是非常的多啊，只有一个。嗯，注册一个给三块钱，人是非常的多呀。只有一个，三块钱啊，三块钱，我还寻思咱要注册的多一点，是不是？一天整个几十万的，啊，那都没有啊。每个主播好像限量一万个，还是多少个来着？那我们肯定是够呛了。五千个，每个主播限量五千个，我还寻思这注册的多一点，我给大家分一点，咱再抽点奖啥。现在只有三块钱，一会儿我给大家不行分一点啊，我分大家两块，行不行？对呀，微博有吗？微博没有。玩一个狗头人，难。炸！有评论呢。死亡与我同在。炸！开了，这不完了吗？三个人了，行，谢谢啊，谢谢那三个人注册的那兄弟。你别以为我没有蓝，我杀不了你啊，瑞文。先炸他一手呀，这个炸没炸着，很伤啊，这一下没炸着。我扣个炮车吧。烦恼精神最后在墓穴中沉睡。这瑞文怎么跑了呢？你跑啥呀？你刚才这老些血还有盾呢，你跑啥呀？真猥琐呀，这都能猥琐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打狗头人这么猥琐。再见，我溜了。有些人肯定对我的出装疑惑不解，一会儿我将为你解答啊。
咱先来一个燃烧宝石，耀光啊，不出耀光啊，见没见过不出耀光的？没见过吧？今天你见识一个不出耀光的狗头人。凋零，让我抠死他！漂亮。天空是无且垂死的星辰。其实出个西兰刀也是可以的。其实除个耀光也行，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前期厉害一点，稍微。这把没了，确实，不是很顺当啊。再烧啊！再烧！不打了，溜了。来个耀光吧，来个耀光啊！没有耀光的狗头云确实有点弱，伤害不够。这英雄得要耀光，燃烧宝石配耀光。12秒冷却，我看看冷却缩减啊，技能极速的装备都有啥，最好是以高到低30 20。帝国亦可毁于无言，虽然我们家这把比较劣势，但是啊，相信队友，相信队友啊。谢谢蓝烈汉的苦楚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蓝烈汉的苦楚啊。拿什么跟我打？你干哈呢？你到底打不打呀？你开完大招你跑啥呀？剑圣来了！哎呦我剑圣！哎呦我剑圣！害杀呀剑圣！这是不是有精神病啊？这家伙这要干啥呀？也不知道。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，你的内脏将用来占卜。我去，给我吓坏了，给我。硬杀呀！生是轮回的一部分，而你的这部分已经吃两层塔皮吧。三层塔皮。给我全体起立！我说实话，这一把啊，我们要是正常出装的狗头人，到现在应该是无敌了。但我不想这样出。与死之间
我不想出分离者。我要出可血战斧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我知道可血战斧被削了啊，这我是知道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但我也不能出那分离者，我要捡西地啊，我们要西地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，照他一手去帮一帮种族吧。这来来来来，帮帮种族，我们最好是别要人头，让队友拿人头，队友拿的越多我们越开心，知道吗？给我杀，给女警吧。我都没想到他一下死了。我就抠一下他就死了。哎呀我的天哪，太难了，给我杀的瑞文。一看呐，这就是一裤衩的人都来了，这寡妇你知道吗？枯萎，不好意思了兄弟，这人属实是有点多，这确实是救不了了。这快点的，快点来一下子。那魏文要干啥呀？好高！小炮应该死了。拔破纽扣，一，五个人儿。我这一看，我这把不好好出装，可能要输啊，可能不好赢啊。来个西兰刀先啊！你就二十滴血，别上了，二十滴血。先来个可血战斧，我不得，我就出可血战斧，我不得。相信队友啊，这把也就是个小炮，没关系。我们家有泰坦，这个你必须终结。咱不要给他们点信号了，他们如果喜欢打的话就让他们打一打，打得赢那就打，打不赢就拉倒吧。他有闪现，哎，有点烦呢。
没办法，他位移比较多，这小炮，哎，挺烦人。一千一，我这卖了吧，出个西兰刀。AD 没闪啊 ，AD 没闪，兄弟们，没关系。炸，寡妇没大呀，寡妇有个大嘛，上还行。看能不能把上塔拔了，现在都得多拔点塔，你这一个塔都没拔呀。对面已经拔三座塔了，我们一个外塔都没拔掉，先拔个上或者是中或者是下。我这 Q 层数太少了，我17分钟340多个 Q 还少啊！这家伙这不回家，这家要没了呀！我一看，能不能先把小炮给我杀了？完了，剑圣把他们全杀了，剑圣。那我们也得来黑切，那我们也得来黑切。能把剑圣给我收了不？寡妇，加油，寡妇，把剑圣收了。我给你巴掌吧，生了。化为尘埃 ，Q 甲漂亮。开大呀，和铁战斧杀我啊，操，操你猴子，你给我打大龙。哎，火蓝火蓝火蓝，你给我死，剩个小炮了啊，剩小炮，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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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剩个小炮，那寡妇怎么回家了呢？杀了吧，那注意素质，这是一个语气词。
这并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字儿。哎呦啊！你给我回答！度万年如一日。哈！回家出个黑切去。先走一走，不行给了，没关系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不能给了，没关系。这你不下去抢一个？哎呀我的天哪，科学战斧呀哈，吃药吃药，哦好痛啊，这也能死，我一百多护甲呢。下一件装备我刚想出右装，你知道吗，我刚想出蓝盾跟实现鬼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了，兄弟们。他不是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了，不是太脆了，是他们劣势太大了。我要是去对面去，我出六个帽子他都能赢，这不一样。希望对面啊给个机会。哎，漂亮，给个机会啊，给个机会，炮车。这家伙啊，没事，我们基地马上复活了。大龙啊，来殊死一波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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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打。这大龙再不打不行了啊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快点过来。打野不知道干啥呢，我错了，我就应该让他玩黄子儿，你知道吧，他一开始选个黄子儿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换个 AP 好一点，他啪给我摁个寡妇，然后结果确实是个寡妇。那人呢，那女警咋去了，我操了，我真是佛了，大哥，那打一半打一半给就跑了，人才呀兄弟呀，啊你真是人才呀，你明白人才两个字怎么写，算了吧，保一保 KDA 吧。